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带着信众以腊八粥来供佛，感受心灵洗涤，也为世界来祈福。拍拍手，拍拍手，拍拍手。佛光牌腊八粥美味可口，就连小朋友都无法抵挡。镜头来到厨房，巴西如来寺义工们集体创作，充满欢喜，热腾腾腊八粥飘向寺院。来到佛前，以腊八粥献供，住持妙佑法师带领信徒们祈福祝祷，在佛陀加被下感受心灵充电，愿疫情早日平息，回归生活。祝大家法宝节快乐！人间卫视巴西综合报道。